好，现在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SLK350AMG Edition One 它的一个变色的天窗，它的操作的状况。现在是我们是把它切到不透光的状态，我们现在把它切到它可以正常透光。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阳光已经照到驾驶成员的脸上，那我们现在再把它关起来。它事实上，它屏蔽这个光线跟那个透光率呢，它变化相当大。那就算没有一个布棚的遮挡，它事实上坐在里面也不会感觉到热度。